空挥舞金箍棒，威风凛凛走在前，八戒扛耙乾隆马，我叫李绍敏，自幼酷爱唐山皮影，退休以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大部分的精力用在皮影的创作上。我所创作的皮影剧本有100多万字，100多个剧目，我写出来以后就无偿的送给玉田、遵化、迁安、唐山以及外省市，像天津、北京等等这些个皮影团都有我赠送的皮影剧本。为什么我这样做呢？因为我就是想传承皮影，把皮影这个古老的文化、民族文化传承下去，使它不断薪火。唐山皮影作为第一个这个加入国家非遗项目的文学形式、艺术形式、戏曲形式，它呢讲究的是说唱。说唱文学在唐山皮影戏里边得到了具体体现，因为呢它来自于草根文化，现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不管是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戏，还是反映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现实生活戏，都能发扬戏曲的高台教化作用，歌颂忠孝节义，弘扬爱国精神，揭露社会黑暗，赞颂勤劳善良，礼赞高尚情操。可以说皮影戏剧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通俗版，它承载着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作用。我打算在我的有生之年继续创作有分量的、有正能量的皮影剧本。现在我手头创作的皮影记射雕英雄传刚写到22卷，要想写完还有10几卷的任务，我决心利用我的有生之年把这个卷全部完成。